那一场要主要执行让你要怎么办呢？基准时点很重要哦，因为那是口头咨询的，是问题。不好意思哦，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？我每次在讲话，你插什么话？没你在讲话，我在插话吗？我过来，过来，他不挑，就是改，我提案能跟你说明一下。尊重人嘛，好好好。院长，我有说错吗？根本不尊重人嘛！啊，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。